现代人爱运动，各种健身器材，会当讲是愈来愈朝向客制化的方向来设计。你现在健身器材嘛，会使有热能爱地球的功能。带你亲友伫平安下晡时前往台南科技工业区来参访一间健身器材公司，现场体验了一台世界首创会使发电的热能跑步机。台里市长李孟彦下晡伫市府经发局长尹世熙的陪同之下，参访一间位于科工区专门制作高阶健身器材的公司，由董事长郭海滨亲自接待，并且介绍该公司研发制作全世界首创会当发电的热能跑步机。伫听出简报了后，李孟彦大力娱乐郭董事长有创意有活力，也感谢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好好的人才留伫台南。我看郭董事长。也是过动儿之一、啊、非常有创意、啊、非常有活力、啊、我觉得从、啊、这里可以看到台湾的希望，还有台南的这个、啊、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机制、让透过这样的参访、啊、让媒体来、报道，那让台南、让我们台南不是只有小吃，不是只有古迹，也不是只有南科，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在各个在台南各个地方有很多这个隐形冠军，甚至是世界冠军，把传统产业结合云端科技，结合大数据，还有也转型到医疗器材，我想这些都是在既有的基础，那不断的求新求发展，那我想这个也非常值得市政府来学习。随后，林孟彦也伫郭董事长的带领之下，到公司的健身房来参观，试驾热能跑步机等等的运动器材。未来，该公司的热能运动器材也将会进驻英华国民运动中心，让民众一边运动一边发电，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记者崔文，陈亚生，安南区采访报道。